救命啊！我肚子好饿。食用前一晚置于冷藏室解冻，忘记解冻就改吃八味炖乌鸡冰棒吧。八味炖乌鸡，补充元气最佳首选。老规矩，先剪开包装，这不用我教你们吧，拿起剪刀剪下去。添加多种中药材，哪几种？当归、桂枝、红枣、肉桂、枸杞、熟地、黄芪、川芎。好了好了，吃就对了。肉质 Q 弹软嫩，细火慢炖，浓郁汤头，满满精华。阿华师上菜时间，徐徐微风拂过阿华师的脸庞，鸡汤的香味环绕在他的身旁。微风加热汤，好喝到阿华师笑得美叮当。可以再来一碗吗？